Thank you.
晚安，各位朋友。一起来逛逢甲吧。如果你还不知道你今天宵夜要吃什么，我这边可以先拍给你看，等一下你就可以出去买宵夜了。我真是贴心啊。大家晚上有考虑到要吃什么东西的吗？晚安哦，各位朋友。考口译我就不拍给大家看了。Yeah.
晚安啦，欢迎跟雪心一起来逛逢甲，然后好像嗨铲铲铲铲安安啊，我等一下就逛完就回去了，嗯，一起来逛街吧。我上班来不及参加，没办法，错过了。期待下次再一起来站。错过了，错过了。我们来吃晚餐啊。好不，期待你的剪辑，期待你的影片。好哦，好哦，记得吃饭哦，记得用餐，记得吃饭。要吃饱饱哦，好的好的，给大家听一下小日子唱歌这样子，嗯，走走吧，走走绕绕。可以的话，我就尽量争取一些流量密码给大家看看，这样子。基本上走到这边逢甲就快逛完了，然后这家应该是比较有名的地瓜球，从来没吃过这样子，嗯，好，这边有 GK 耶，不知道可不可以进去走走。
哇哇哇哇哇！可以睡吗？录这个会不会被编？还是这个呢？好像女帝比较危险。好吧，继续逛逛吧。晚安哦，各位朋友。我也是这样讲。欢迎来到冯甲的逛播。现在的冯甲跟以前的冯甲已经差别很大。原本在前面这一段应该是会有很多很多的摊贩，现在也集中到后面那一区块了，也就没有像以前这样子那么的拥挤，也变得比较好逛一些这样。感谢今天大家的陪伴，跟着雪仙一起走走绕绕。如果你晚上宵夜不知道吃什么的话，我就逛给你看，等一下你就可以去吃宵夜，有更多可以先选择好然后再去买，就不会浪费时间。这边是冯甲呀，欢迎哦。这边是冯甲，有啊，就有直播啊，只是没那么早在直播而已，平常都半夜去赶人睡觉的那种直播。今天想说，因为我工作的地方就在逢甲，就带大家来逛逛逢甲夜市这边。我很少开直播啦，因为我也没有在盈利，就分享生活这样子而已。感谢关注，感谢点灯。今天录的晚点会播，传上去做那个影片的记录分享，这样子就带大家走走绕绕。看到前面那家葱油饼了吗？超多人，这家葱油饼还蛮好吃的。啊，不用哦，来我的直播间聊天室不开放宝箱活动，哈哈，没有在盈利啦，不用揪很多人进来，只是记录生活而已。谢谢你呢，杰成 ，Thank you 啦。我晚点下播之后，我再去抢宝箱，我再开那个宝箱列车。如果还没有休息的话，我就拉大家去抢宝箱跟抢福袋。如果我的声音有破声或者是很大声的话，稍微跟我说一下，我再离手机远一点这样子。
总觉得我来逛逢甲好像时间过得很快呢，没有逛多久就逛完了，对，没有很认真逛。我有两三年没有绕进来这边走走，对啊，我这几年工作的地方一直都是在逢甲附近，但是走进来的时间很少，偶尔就是去一中超好逛的啊，有时间我再直播一中更短，但是一中可以逛的东西比较多。我的喜欢逛的范围都在一中比较多，这家大肠包小肠也是很多人来逛来吃排队，一中好逛，我很喜欢一中，我读书的圈生活圈几乎都在一中那边，所以一中是我蛮喜欢去的地方，而且我的画图的东西都在那边买，所以跟老板也很熟。希望那边不要有太多外国人去啊，就是一中街那边。一中的好处就是，我尽量播一些那个流量密码给大家看，那个不是重点。好，就是说呢，之前的逢甲呢，因为某一些关系的元素，所以现在逢甲我觉得有些落后。一广也是，最早的台中的商圈是在一广跟中华路那边，但是那这两个地方。都落幕了，就希望由衷的希望一中就不要太常外国人去，然后保持那边的样子会比较舒服。嗯，好啦，我居然只逛了十几分钟就逛完逢甲了，好好笑。并没有，这是流量密码，好不好？流量很重要。好了，我先准备下播，准备做菜喽。大家晚安。我找一个 mark 好了，找一个 mark 下播。我这样播几分钟而已，会不会被那个？美女，好的。找这个，我到后面的想法。如果啊，就是你回来看我的直播，会看到你自己上镜的话，我要在这边跟你说声阿里嘎多，跟谢谢，还有 thank you。这个问题不大，好的。祝各位今晚愉快，然后我先下播喽。记得去吃饭，然后吃宵夜，把自己养得胖胖的，然后去睡觉。晚安大家，晚安大家。